大家好，这里是碰米体育。德班世乒赛预选赛男单小组赛，马龙以3-0横扫徐云冰，成功晋级。这是比赛第三局，本局比赛马龙打出天秀一球，龙仔超低空海底捞月，极限旋过球网，全场看呆。下面让我们一起回顾下这精彩的一分。